今天不玩游戏了，今天开点开开箱，这是啊？行吗？他会跳，他会动，给挡一下啊！挡这样啊！挡这样一个圆形的，一个圆形的，他。有点像，如何让老公宠你一辈子，教所有好命女人施展爱情魅力235招。现在你哦，里面是一个小兔子，这个好像跟我之前送的差不多啊。你这张怎么好像送了个盒子过来呀？怎么纸条没有写这个是？哎，这个在前，应该是这个在前，应该是这样遮帘子。对，高的在前面，应该是我刚看到，太矮了，这一放就感觉像个那个什么，像那个什么，你知道的吧？我就不说了，什么东西？哎，哪两个不一样的？从这边，出面可以再提起来。还不戴，左边另一个，右边另一个，口罩再戴起来，我还一件，我凑戴上它一块不？哎，这样子，哇，左边一个，右边一个，哇，这样子戴起来，好看极了。左边一个，哎呀，别急，右边一个，去你的，滚出我的庄园啊！这么小，怎么是那啥呀？这个痰盂啊！可以，我感觉这个就像有点像那个尿壶，但是那个尿壶不是这么大，这盖子有点小。这个红的试一下，今天一定要让它红起来，更红起来。哎，好像差不多了。哎，这个完了，这个怎么明显比前面红啊？这个完了，这个明显比前面红啊！我去。你骗我吧，什么效果，怎么感觉怎么感觉很红啊，我去。哎，不是，对呀，怎么一下子红了，怎么前不是没红吗？哎，一个笑脸，一个我的左青龙右白虎，老牛在中间，左青龙白虎，不对，你得好像这反了啊。青龙死了，左死右窝瓜啊，帅哥在中间，你亲一个，咦喂，会什么味道呢？不知道，这种东西只有猎奇才知道。